有神灵，有门恐怕狐仙咒，咒法引起秘境，黑暗路途虽艰险，引我灵魂目眩光。阿卡拉的显神灵，有门光芒狐仙咒，这位狐仙，安静。黑暗路途路险险。给我闭嘴。他们闻得到我们，快走！别管他了，继续跑，别停。你疯了是不是？跟不上来的，他必须跟上。阿卡拉特现身灵，永恒光芒护心中，智慧不言前秘境。看着我，我们要找的黄金就在里面。不对，我来这里找知识的。他们追来了。我了解。过来，快解除封印。我们得通过那扇门。神光保佑我。这是三人前来，道路许三而开。你先行。这没道理啊。血就是钥匙。血就是钥匙。什么？再来两个人，快去啊，我来殿后。快，好，上面说需要血，自愿者的鲜血。这实在太扯了。他已经没救了。可惜他没赶上。好了，高兴点，三个人分的比四个人多。黄金一定藏在附近，我念。三人前来，道路寻三而开，自愿者放鲜血，赞美造物主，赞美的女儿。糟了，不行，重点是黄金，上面怎么写？这是禁语，这是召唤用的，我不能念出来。别想骗我，我们是来寻宝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一座神殿，还是坟墓，是一道门。而血就是钥匙。
的显身灵，有了光芒无限咒，咒我无影无踪。哎呀，骆驼孙剑心，令我灵魂不生光。无尽深渊，吾等救赎所归。三人前来，道路寻三而开。自愿者奉先血。呼唤汝归来。过来。老太先生，有闻光芒无限重，智慧不应解迷津，黑暗路途路。睁开眼睛。这里没有光芒，你踏入黑暗是为了知识。对，你要找的知识就在这里，别抗拒，说出来，呼唤他回来。三人前来，道路寻三而开，自愿者奉先血。呼唤汝归来。赞美，憎恨。织女，圣修雅瑞的造物主，赞美，莉莉丝。是圣母啊，请拯救我们。